想请问一下老师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喜欢唱歌，然后很爱唱歌，那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歌手呢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唱歌其实它说简单也非常简单，说难也非常难。好的音乐都是从生活里面的困难出来的。一个人一天到晚开开心心、幸幸福福、嘻嘻哈哈，他是很难有好的音乐出来的。生活的广度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生活有时候是苦难的，生活有时候会是过不下去的，生活有时候是很辛苦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快乐啊，不是吗？它是一个对比嘛。所以唱歌跟人生的际遇是很有关系的，因为你还要表达歌词，所以要感受那个东西。因为你问这个问题，比如说你对唱歌是有兴趣的，你想走这条路，那有些功夫就不能省。就像一个运动员，他就是得每天在跑道上面跑跑跑，他才能够有好成绩嘛。发声，然后因为各种学问蛮多的，但是找一个最能了解你的老师，找一个最能了解你的老师，这个会很有用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谢谢课代表。